入围多项金钟奖的年度大戏《茶经》，拍摄的道具场景都移到了桃园热门景点台湾客家茶文化馆。26号，男主角郭子乾就搭乘《茶经》专车游览茶文化馆，与影迷相见欢。入围多项金钟奖的时代大剧《茶经》所使用的道具与戏服全都移到了桃园热门景点台湾客家茶文化馆，这里重现剧中主角茶虎的办公室，带领你回到拍戏现场。《茶经》故事原型取自人称茶虎的江阿兴，31岁创立茶工厂，将红茶推广全世界，是新竹北埔的传奇人物。而剧中丁文贵原型则是来自黄振敏，他是将台湾茶行销国际的推手。江阿兴他是真的在台湾的茶产业里面，在我们的绿茶外销摩洛哥的时代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家出口公司。另外一个是后期成立我们台湾绿茶联合公司的一个最重要的主角，就是黄振敏先生。那他是我们的沙坑茶厂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推动台湾茶叶外销功不可没。客家茶文化馆这个礼拜天邀请男主角郭子乾与影迷相见欢，他将搭乘茶经专车来到桃园，2:30与影迷座谈，与大家分享茶经拍片的过程。这次的活动呢，我们在茶经里面的男主角郭子乾呢，特别从台北这边过来，那我们这边还推了一个茶经专车，透过台联客运5350的专车我们可以透过郭子乾带大家从台北进到我们台湾客家茶文化馆，来认识我们台湾的客家茶产业。客家茶文化馆与台联客运合作，让居住在台北的民众可以以优惠的价格搭车前往，也欢迎桃园在地乡亲利用小人国或六福村专车，由郭子乾带领你一起游览客家茶文化馆，感受这里的田野风光以及客庄风情。